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宪，这次来小小记录个台湾第一次的冠军赛。那抱歉，由于我这次很傻的有带麦克风，但是没有带麦克风架，所以全程都会用像现在的方式来后置配音。这次所使用的是梦幻喏，那运气没有很好，除了机几乎八中以外，决定先后攻时更是几乎没有赢过啊。然后在这次开场的瑞士第一轮啊，有被抓上了焦点直播桌，虽然那场也是被诸神直接秒杀啦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官方频道收看，或是看我前几天发布的复盘影片哦。再来是店家巡礼，这次的冠军赛是摊位最多的一次，辛苦各位店家前来摆摊啦。另外，这次除了我玩最大的 TCG 以及隔壁棚的 VGC 以外，第二天也有 UNI 第一次的台湾公开赛哦。天宪其实在预赛时有参与，队伍是 TNT 顶尖对决，不过这次的公开赛停在分区八强，差个两场就能晋级到决赛了，非常可惜哦。再来第二天 Day 2，虽然我没有撑过，但还是来会场玩玩，有几点活动可以打牌，换了图图犬的卡套，孩童、少年跟公开组也都激烈的在进行。由奈公开赛也看得我心很痒，天哪，我真的好爱宝可梦。好啦，这次的 Vlog 可能整体有点短又有点平淡，不知道在荧幕前观看的您感想如何，期待下次再见面啦。